这个是你爷爷来的，这个是你奶奶来的，认不认得出来？我昨天给你奶奶看过，她说上个现在60年了。你可以多多咯，呢度出嘅高速啦，系嘛？应该系啊，系嘛？喺度属唔属于广州嘅地方喺度？属于啦。啊，这个地方广州，等一下过去怎么说？花刀腿，新娘新娘，五件咯，五件得，五件都得，得啦嘛，唔好意思，你坐先，你食饭得系嘛？诶，我哋一阵去食饭。哦，都食饭。以前的祖宗呢，就是搞这个来祭奠以后，积把它积起来，到现在把它一路这个积起来。那我们的祖宗这些，以前的这里的在每个姓都有祠堂的，祠堂就是最早这个祖宗叫他的什么名字，就用他的名字来提这个名字的。一啲都冇你个姓噶啦。陈都姓啦，姓莫，佢冇姓莫嘅。嗱，睇呢条巷好靓噶，廖村系嘛？闹得，系闹啊！闹卵嘅闹，落啲都系。你的村就是这里啦，这个村就是你的村啦，好不好啊？你的村啊？以前就是有一条江，系由两个前面一个桶，后面一个桶，把它都排架。每家每户这样子，水可以喝。现在脏了很多，工厂多了很多。像我那一代还在这里游泳，现在游泳都有点怕，脏了很多。以前在这里抓鱼啊，烤番薯啊也有啊。我们小学也在前面一点，读书都在这里附近。这个专门是养鱼的，专门养鱼这个泥土呢。在种了个山，养蚕，这蚕丝织衣服的一个，以前的这怎么织衣服？这个蚕丝来的，这样的，每个人就靠这个生活，找钱吃饭，这样生活下去的。以前的老人，现在不是了，就跟以前不一样。现在有人那个搞这个鱼塘来网，啊，养的鱼什么鱼啊？来网一下。在这里钓鱼啊，怎么的那来这样用，跟以前不一样，跟着不一样。就是啊，王工啊，好冷噶啦，王工，影你个相哦。比鱼摆两三只，哇，好大条啊！好大啲喎！她是我妹妹嘛，妹妹就她结完婚了，就出嫁出去第二天呢，就回来娘家那里吃饭，就庆祝，叫上所有亲戚一起庆祝吃饭这样子。贵呀贵呀！今日我祝各位真系健康，齐齐家家有冇有世界人，有世界富贵有得嘛？祝你们身体健康，心理健康，谢谢，thank you。Thank you.
生你影啊，攞住部機。鞭炮就是吉利的意思嘛，以前就好像是什么吓鬼的，但是有喜庆的都要放鞭炮，表示信主嘛。每个像别人开张，像我那里就开工嘛，就放，还有年初一啊喜庆啊也放了。听我讲。人住的佛寺，讲的人住。嗯，识咧。做乜嘢事？啲影仔嚟噶嘛？哇，细个只啊！一定细出门啊！木雕，其实就是木雕，借别人那些雕花的那些工艺来。接回来做，就单纯一个单单的一个工艺。以前是住我们的地方，那个师傅呢是手工的，还没接触到机器的。就我读书出来了，就做机械设计嘛，慢慢来做，就慢慢向那个方向，那种机器方向来研究，就买第一台机。当时还是比较迷茫的，但是走出了第一步的时候，就慢慢就有什么就做什么，就直接往前走就可以，不用考虑什么。其实创业也是这样，很多人都是先走第一步，后面的路别人都看不清的，但是慢慢走就有感觉，就走出自己一条路。开始也没什么钱了，你说一台机器我打了两年多工，就只有一台机器，慢慢的就做开了，慢慢把那些客户维护起来，那么就生意就慢慢常有，就滴水长流这样，不要急做什么东西了，反正一年比一年好，我做了三年，希望今年就再更顺利一点。看一下往哪一方面发展的，但是感觉这个行业比较技术也不是很先进，就感觉那个就是污染比较大，粉尘很大，对自己身体。我也想看一下哪一方面其他发展，先把资金积累下来了，再考虑做其他东西。第一次回来是很艰难的，他是靠一件刚出生的那件内衣认出来的。我不知道他们怎样接过来，当时电话也没有，只会写信，就去到机场那里接待他。你奶奶呢就带那些好吃的东西回来，像那些西饼，当时我们这边当时也是比较吃的少的那些东西，还有带那些衣服啊、裤子啊那种也带回来，穿了那些在这边穿的，这边也是挺潮流的这样子。他回来的当时我们这里还没有发展起来，比较落后嘛，像手机啊什么当时都没有，还有穿的那些衣服啊基本上都够穿够吃，也是挺艰苦的，现在比较富裕一点。以前啊很艰苦的，我小时候最小的时候，我老爸也养鱼嘛，亏本了很多，当时吃饭只吃那种鱼干，几块鱼干就吃一碗饭，没什么东西吃。可能现在人的欲望更大一点了，没得满足了，以前有的吃很开心的，但是现在吃了还要想有房子啊有车子啊生活无忧啊，或者去其他那些玩啊或者什么都有这样想。